哎呦，啊，怎么有个僵尸在开碰碰车啦？这游戏好坑哦，这游戏在干嘛？这什么？小丑的秃头照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叫做《东海岸》。看这个封面，应该是个有关小丑的游戏吧？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好的，开始啦。然后这款游戏的目的应该是要把小丑杀掉吧？等一下，我前面怎么有个人啊？哎，你们看到吗？我正前方有一个人欸，这个人你们看到？哎，希娜鲍。哎呦！啊，怎么一开始就有一个白痴朝我冲过来啊？哎，先不要闹哎，到处都是小丑哎，哎，踩死你！这游戏怎么感觉愤愤的？我可以直接穿过物品哎，你看，哎呦！我是个透明人是不是？哇啊！这游戏完了，这游戏宕掉了。笑死，游戏宕掉了。不对哎，游戏又开始哎，游戏怎么又开始了？然后我们被传送到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有个僵尸朝我冲过来。嗨，你好，我先走了。他刚往这边走，靠北，这什么啦？怎么有小车车啦？怎么有个僵尸在开碰碰车啦？这游戏好坑哦，这游戏在干嘛？白痴哦，不要闹，你白痴是不是？不要闹，我直接踩过他们的头欸。Please love me 啊，刚刚的墙上字写着请爱我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我怎么第一关还没破就被传送到第二关了啦？然后这个碰碰车到底是啥小啦？我找到无敌点了，各位，我们就站在这里先观察一下状况。下面有一只肥肥的僵尸，然后我旁边有一只瘦瘦的僵尸，还有僵尸吗？还有一只女的僵尸跑过来嘞，所以他们在玩3P是不是？一起玩啊！看起来这里有条路啊，这边有一个洞口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洞口，那我们应该是要往洞口走咯。僵尸在全部都在下面，有四只欸，有四只僵尸嗷嗷待哺啊！这里无敌吧？啊，我知道了啦，又是这种游戏啊！我们要透过这个，等一下，手电筒，先捡。我们要透过这个桌子，有没有创造无敌点？这样他就抓不到我了，有没有？我跳，又是个无敌点，这是什么？小丑的秃头照片。我们先把手电筒打开。哇，这手电筒有电力的，那我要赶快冲了，这里对不对？快，上去！这是哪里？通道，我干！他们一直在追着我，不是这只是绕了一圈不是，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，我想一下，有枪我突然发现有枪这游戏有枪那就好办事啦，来，先上去。死了！不要动好不好，光头。还有一只嘞，记得不是还有一只吗？那偷偷摸摸想去哪里哈？给我出来哦！又是一个手电筒有跟没有样的游戏啊！你们看这手电筒的亮度，傻小。上面有路我被僵尸卡住了啦！我被僵尸推一下，然后我就卡到那个木头里面，是怎样？这游戏还可以记录是怎样？这么白痴的游戏还有人要记录啊？我不管了，去死吧，垃圾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这款粪game的名字叫做《浣熊行动》，看起来是一个抢劫的游戏啊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一开始地上就给我一把 AK， 先把它捡起来。怎么捡？请问一下怎么捡？不好意思，来一把小枪，我要怎么换枪啊 ？Hello， 我就把枪丢掉了，怎么换枪啊？白痴啊！怎么开枪？怎么开枪？
白痴是不是啊？怎么开枪啊？瞄准，然后嘞，然后嘞，我要怎么换枪？哦，那枪又掉了，是傻小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枪嘞？哦，狙击枪哎，我的天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这狙击枪怎么不能放大？这白痴是不是啊？嘣！哎、欸，这射不到人哎、欸，射不到哎、欸。没子弹，没子弹，快换，快换，快换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掉了？白痴啊！我们捡这个、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直接冲过去。嘿，哎呀，看起来这游戏是不能换枪的，我们要小心一点，谨慎一点，好不好？谨慎理财，信用至上。这游戏是需要压枪的、欸，哎，这游戏要压枪，哎，有点难。打不到啊！打不到啊！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他冲过来，他冲过来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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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溜，我先溜，我先溜。啊！我怎么死了？我被他偷偷狙击啦！我们看一下操作啊，等一下。不是啊，你不要冲过来啊，白痴哦、喔！不要自杀啦！我很强的好不好？别小看我哎、欸！屁啦！他一枪爆头。这根本打不死、欸！啊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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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 OK， 又死一只又死一只，然后我们这次解决这一只。OK OK OK， 认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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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模式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认真的男人最帅了，好不好？最帅了，我很帅，我真的很帅。还想偷袭我啊，傻逼东西！我们趁他换子弹的时候 ，OK， 换子弹，换子弹，冲啊！来喽，来喽，正面对决喽！赶快吃血包，赶快吃血包，然后再换枪。还有吗？没了吗？就这样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这什么粪便呐？好啦好啦，还行，好不好？还行，他至少有一个主题嘛，对不对？不像前几款完全不知道在干嘛，那快疯掉了。至少会让玩家想要把整个游戏破完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款小粪便就玩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